是深山里的同学会，经过长途跋涉，有汗有泪的行程，宜兰县大云国小的校友终于回到魂萦梦牵的母校。他们在小时候写下自着笔记的黑板上留下40年后的手机，然后唱着练习好一阵子才找回来的校歌，在当年师长教诲他们的教室里回忆40多年前的辛酸苦乐和当年师长事迹。想想看，小学的校歌你还能哼上几句，一生中又有几位师长会让你在回忆时眼眶泛红，又有哪一所读过的学校你愿意冒险犯难，花几个小时跋山涉水回去探望？这是一趟感恩怀旧的旅程，也是重回往日种种向爱恨交织的贫困故乡致意的生命旅程。直到旅途的最后，这块土地仍以它阴晴不定的脾气和谗言险峻的道路提醒大原人，这里仍然是当年山村，还是那个和大原人爱恨纠缠的深山老林。所幸平均年龄50多岁的队伍终于能顺利返回母校，然后平安回家，这将是他们永生难忘的返校日。有汗有泪，有无数回忆的地方，在宜兰大同乡的大原国小。大原国小校友返校的第二个晚上，气氛比起前一晚要轻松愉快得多，有点露营晚会的意味。虽然没有特别的余兴节目，但40年前的共同记忆和40年来的各自发展，尽是聊不完的话题。现场食物的香气更是安定心神，助长聊性。当然，谈到野食，就一定得提我们的向导大餐。MIT 台湾志，我们今天晚餐也要开动了。那我们今天有一个稀客参加，我们就是我们的老师东元老师。哎，大家好。啊，老师，听说你常常看到我们这个在山上吃的这些伙食啊，觉得很稀奇，想要给我们吃吃看。非常羡慕，这么搞的，怎么会做出在高山地区能够做出这么好吃的饭菜出来？哎，老师，你这样讲就对了。我们 MIT 台湾就是一个字，讲究啊。好，我们讲究的，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个还有菜单的。晚餐呢，我们是有白饭啊，有白饭。男嘉宾，我要点一下菜哈。哦，是，洋芋红烧肉有没有？啊，在这边，洋芋红烧肉啊，豆干炒肉丝啊，这边有了，大白菜焖豆皮啊，在这个地方啊，有没有？还有大黄瓜绞肉啊，在这边有，还有海鲜这个浓汤在这个边，还有一个煎什么？香肠。煎香肠现在正在做啊，这个香气四溢啊，当然。最重要还有我们蓝教官最有名的这道菜，啊，是他有自己种的，对不对？蓝教官，老师，你可能每次看的都没有吃过，对对对。今天希望你可以这个品尝一下，这是我的荣幸。蓝教官的豆豆，对对，见者有份，见者有份。来，欢迎光临，欢迎光临。来，这个是黄学长是吧？学弟，我是他的学弟。黄学弟，来，好吃。搭火啊！有人搭火吗？搭火了！来，筷子，找武器出来啊！这个人最真实的，你看，我很怀疑教官，你看男教官的名气就这么大，你看，教官好吃的，我来，不就讲话没？念姐讲话没？好，我怎么比啦？教官，good 嘞，good 好吃嘞，good。小姐，这豆豆我家己种的，家己拍应该家己炒的。钟学姐、双姐来，你这里地摊拿一筷子来嘛。啊，哥哥我也要，刚好。对啊。班长，这次谢谢你的帮忙。我代表我们大人国小，我是最资深的。目前来，我是第7届，我最资深的。谢谢班长，谢谢大家。
企业家老师打台北市成衣工会的理事长。没有了，没有了。不好意思，我就不讲话了。哇塞，你看你们吃多好啊！我们的校友，你看谈话哇，都是一大片。对对对，因为他们是在说自己的故事。哦，哥哥我也要。刚刚好，黄老师都带头，你看。带头，兰姐在那边呢。兰姐。我们校友啊，在小学念书的时候。我感觉有一句话就是说，虽有美梦，但是无法展翅，明日怎么走，心里一片渺茫，怎么就是这许多人在心里。那想不到说到后来，大家竟然都能够突破这个产检，然后你能够展翅成功，很不简单，真的不简单。陈东元老师感情丰富。现在的成就让他对年幼困苦特别有感触。陈老师之外，大园校友普遍都有不错的成就，也许都和当年的生活条件有关。我们在老校舍前享用响导大餐，对这所小学越发好奇。是什么力量让老校友重聚母校？是什么教育让他们在社会上各自有成？也许答案会随着天色渐渐明朗起来。这是要离开学校的日子，小时候离校回家心情雀跃，如今却有些离情依依。四十多年前同窗共寝，多年后竟然能重续前缘，今日一别各自天涯，又不知何时才能再聚。几天来和这些老同学相处，我们仿佛也和他们一起走过那同甘共苦的岁月，他们那种少小离家终回故乡的心情，我们多少也能体会。回来了，回来了，理解。换掉亮皮了，准备下面。来，这边还有红的，红的，看鼻血，而且在哪里？我告白了。对呀，我告白了。我要背吗？啊，草莓。轻轻的，你这现在讲是贵的，拢下来都贵的拢。哦。啊，你爱淡淡的，淡淡的，淡淡的，下来无？哦，大家在签名哦，都签名了吗？有签在黑板上，签过名的举手。哎，大家写了什么？我回来了。你回来，还要写什么？我回来了。大家可以签那么多，满满的一整张哈。哎，这边有写大园。我想我们回来了。哦，这边写这句就比较有文学素养的感觉哦。虽见斑驳。却风采依旧哦，大家都把名字签上去了，这样子。对对对。朱文章在哪里？在这里。朱文章。哎，你的名字是红的哎。那尤丽珠。尤丽珠。哦，这是你签的。以前那个上课的时候，哪一科最好分数？都很好。都很好。骗人，一定有一科。我可以证明。真的吗？我们同学。你从小暗恋他，你给他帮他说那么多好话。有吗？没有。没有吗？他说没有，那我就说没有。还有谁？这边还有谁？看，这是游信良，是不是？游信良在这边吗？游信良，游信良。蔡美玲，蔡美玲啊，对对，你要写。你以前哪一科分数最差？每一科都很好。其他没有错，大家成绩都很好。优秀生，真的是优秀生啊！我们都很好了。那我直接问，有没有留级的啦？没有。留级的没有？有，去年。我四年级读两。你签在哪里？你签在哪里？这里，我是庄平山。庄平山的。因为啊，有我的名字才有太平山出现。哎，庄平山学长算是这边大家的学长了。对对对。六十来，我是第七届。你四年级读两次了。对。为什么你四年级读两次？因为我以前因为要考初中嘛，我妈妈说啊，你的成绩哦，都从要后面找来才找得到。从读书四年级读到好，哇！四年级读两次，我发现大园国小要找留级很难得。下次还有没有要来？再举手一下好不好？有。拜托，下次来的人搬一块黑板来，好不好？这个黑板快要坏掉了。既然大家都签名，我们 MIT 台湾之跟你们大家一起来，我们也签个名，好不好？ MIT 那边可以吗？台。
没有经历过这些老学长的求学历程，我们在这块历史悠久的黑板上签名，有一点点不好意思，但也深觉与有荣焉。这是个拥有优良传统的学校，只恨生不逢时，没能和老学长一起求学，接受亲爱师长的教诲，在这里留下名字，也算是对当年师长致敬，感谢他们为山上孩子投注的心血，为这块土地造就可爱的国民，也让我们有机会发掘一个失落山村里的感人故事。尤其越是深入了解，我们就越觉得这是现代社会中越来越难得一见的高贵品质。为什么大园国小大家功课都这么好？因为整天都在一起了，老师都要求很严格，不会说因为是偏远地区哦，就等下疏忽掉。哦，刚刚好像听说这边的那个放假的日期跟平地不一样的，不一样，放半夜假。大园国小应该是全台湾省第一个实施两周，两周一次，两周一次休息的那个学校，也就是说第一个礼拜六、礼拜天不休息，照常上课。第二个礼拜的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休息，因此造成一个现象，这里的 学生最小的七八岁，最大也不过十三四岁，当他们第十一天要回家的时候，他们心情每个人的脸上都非常兴奋、非常高兴的回去。他很兴奋，他很兴奋。第十四天回来的时候，我发现每一个人都很沉重的感觉，尤其第十四天的晚上的时候，我在宿舍看着大家。一些更小孩子都在偷偷的哭泣，为什么？他每天会怀念他自己的爸爸妈妈，晚上睡觉都会喊着爸爸妈妈。这种那个求学的那种过程真的很辛苦。那这样大家成绩好吗？这样子就是这样子，苦过来的日子，学生一定好。哦，哎，那像我们平地小孩很多都要去补习班这样的，那大园国这边有补习班吗？没有没有，有上过学校就有补习班。我们只有散补。以前都是恶补啊，我们学校是善补。有参加过善补的举手。每一个都有啊。真的吗？每一个都有。善补要交多少钱？没有，不用交钱。还提供用品呢。老师提供什么用品？文具啊，真的文具啊。吃完饭回到四公里吃饭，再走回来。走回来，老师义务补习，然后再送我们回去。没有人付老师多一点钱。没有，没有，一毛钱都没有。送一点红包还是？没有，没有，那没有。塞一点桌子底下钱。没有，我从来没看过。反正老师送我们东西，真的。送我们的东西啊。送我们文具。对啊，我们没有手串，他送给我手串。因为老师真的很好啊，像我们是算最后一个走的时候，老师还是把全部的东西都留给我们。真的。他说，像那些到。那个平地去的话，什么都要买。你把这边全部带去的话，你就省下很多钱。而且他们还是一直帮忙我们，都护送我们走了，他才一个人走。对，那个老师真的不错，老师做的真的好。可是像现在小学生都不能被打的嘛，以前有被老师打过吗？有。成绩这么好，也有被打过。有被老师打过举手。被老师打到很痛的举双手。老师刚刚本来跑最前面，现在跑最后面去了。哎，这样子被打还会成绩好？对，没有心中怨恨老师吗？没有。感谢你讲说他打打的时候，他也疼在他心里啊。哦，这是切吧？是这边这么冷，打的时候会不会肿起来？会会啊 ！OK 起来，特别痛。先他先去摸玻璃。为什么先摸玻璃？因为冷却，才会冷却。这个动了啊，它长点会痛。哎，机挺啊！会那个麻痹的。因为那个玻璃不是说不会痛，是因为那边外面下雪了，玻璃是冷的，我会把我们的手弄冷冻的，然后打下去的话，就算是冻冻的打下去，不知道痛啊。哦，被打之后手要去摸玻璃，怎么？那是被打之前。被打之前先摸玻璃，让这个手比较僵硬一些啊，就是啊，就这样。两个手啊，哎呦！这样摸才能让他解，让他有感觉，麻麻冰冰的哦。但是老师来打是我们不知道，才比较不会有感觉这样，不知道他是不会那么痛。所以看到有那个同学在摸玻璃，就知道他心里有准备了。哎，对对对，知道待会要被叫出来被打了。因为考得不好了吧？老师考得不好一定要打，就好像在冰敷一样。对对对对对对对。我这里是留级生，我到东山初中。
一进去就第六名。真的真的，所以那个时候我五十几个同学，这边留级的出去外面成绩还是一样好，对不对？对，因为这边的竞争已经太厉害了，大家都成绩都怕被打，对呀，对，就只要老师努力教，老师努力教。说到老师努力教，我们这边也请教老师来聊一下当初打大家的心态。各位同学，大家好。好。有些应该认识我，有些不认识我，我先自我介绍，我姓黄。叫黄建志，我是在民国59年来到大园国小。今天大家来这里寻根，是因为你们家住在这里，你们的童年在这里，而我上来这里是因为那是我第一次踏入社会，进入社会工作的第一个工作场所，对我来讲非常重要。在大屿山真的是我们心里面共同追求的一个很美好的地方。四五十年前，偏远山区的一群教育工作者让学生怀念至今。他们多数是饱受战火远离家园的异乡人，却意外地在这里留下一种古典的教师范型，清清平平，勤教严管，身教言教并重。也许他们古典的不合时宜，但正是因为不合时宜，他们的形象不因岁月流逝而模糊，永远是孩子们敬爱怀念的老师。早年大园山人称翠峰湖为鼻亚，而鼻亚索道即为翠峰湖索道。这段索道是台湾林业史里绝无仅有的索道。一般索道的原理是借助下滑木材的重力，将没有载运木材的运材车往上牵引，但比亚索道却是将下方比亚线铁道上的运材车拉到上方的秦风线运材蹦蹦车道。这次来这个大园寻根，正好这个教室就是我们整个队伍的基地营。是的，我们坐在这边正好可以遮风避雨，这样子可以看到这个教室其实天花板很高，跟我们现在印象中的小学校是差不多。嗯，然后这么多年了，这个虽然说木头的框都坏掉了，嗯，但是主体都还，这个结构还蛮坚固的。对对对，就是有些裂痕，像这边都裂开来。对对对对，好，这边就很严重。嗯嗯，对。门这本来还有一个门到另外一个教室哦，整个都歪了，你看，这可能是地震，地震的关系，地震的关系，对，地震的关系。这是第二间教室，总共有三大教室，三大间教室，三大间教室。可是为什么中间还有这些好像不同的结构哦？因为下面坍掉以后，下面的教室有没有已经不够用了，全部的学生都到上面来了。所以一定要隔间，哦，这个是隔间，对，隔间的教室，哦，所以说三大间教室加上这个隔间的话，等于就是有六间教室可以用。对， 对， 对，这边是我们刚才有这边写过的黑板，嗯，因为大家现在在整理东西哦。老师对这个教室有什么印象吗？来，我们这边有个图片，嗯，啊，现在看一看啊。这个是大家刷牙吗？没有，这个是大家在吃早餐的时候拍的。我们现在站的这个地方以前是学生宿舍，三间的学生宿舍，其中有两间是男孩子住的，一间是女孩子住的，一间是男老师的宿舍，一间是女老师的宿舍。那学生没有吃饭的地方，那只好靠着啊这个窗户这边，啊，靠着这个窗户这边。所以说这些照片就像这样，对对对，靠着这个窗户，靠着窗户旁边，然后就在窗户旁边弄出一个小桌面，菜就放在上面。那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小盘子里面，当时的菜就这么一点点。这是什么菜？如果说以高丽菜来讲的话，是3片到5片的高丽菜而已。哇，这大家都站了一排在吃饭。对对，就在站在这边吃饭。那以前的话，窗户它是木造的，所以它现在跟这边的玻璃窗户是不太一样的。那小朋友有没有他们的毛巾就是挂在这个窗户这边晾干，
所以我们现在的教师以前还有住当学生宿舍，对，住过人。民国五十年以前是当做学生宿舍，嗯，民国五十年的时候有个大台风，把这个全部的宿舍全部都吹垮了，嗯，后来就是争取机会变成现在的混凝土教室。哦，哇，这个很特别，突然看到大家站了一排在吃饭。对对对，如果没有经历过这个，根本没有办法想象。哎，好像在吃饭，又是在罚站，对，怎么一回事？我刚刚就想，到底是在罚站还是在吃饭？就站在这个地方。对对对对，一道是在，感觉上面好像就站在这个地方，就拿了一个碗，就这样。对对对对对。四五十年前的大园国小，不只是一群认真教学老师的故事，也是一群刻苦向学的学生的故事。在那个台湾离富裕还有一段距离的年代，山上人家似乎又更为贫苦。孩子清楚地意识到，上学是家庭的经济负担，念书是得来不易的福利，多半会珍惜受教育的机会。大园孩子的学业成绩不错，应该和大园山的贫穷偏远有关。旧教室早已破损不堪，但是在艰困的年代，曾经有过那样动人的师生情谊，培育出300多个优秀的大园孩子。这个校舍不但功成身退，还会在大园师生的心中永远屹立。哦，这还有门牌在这边，大同乡韩溪村嘛，对不对？大园巷88号，哎，这号码很好。欸，这个门牌还可以动，哎，哦，它是没有固定在上面。这个大园巷，嗯，如果是当时在韩溪村的话，这个大园巷可能是全台湾省最长的一个巷子，最长的一个巷子。对，你怎么知道？从那个孤独的登山口开始到翠峰湖，可能是长达70公里。我那是最长的巷子。对对对，的确是。那这个从巷头到巷尾，那要走很久。那可能要走2天的时间了。哇，那很久了。这个是几年的？这样如果推测的话，如果说以推测的话，这块门牌，因为这间教室是民国53年，大概完成的。如果挂上门牌的话，最起码是在民国54年。54年的时候。对对，距离现在的话，应当是40多年了吧。最长的巷子。对对，最长的巷子。大圆巷。大圆巷。刚好这个门牌是88号，88，这个现在要找这种门牌是很吉祥啊。对对对。可能还可以卖到钱了。对，你看发，你看，只要88就是标很高价。是的，是的。那这个88号，今年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个数字。嗯。因为创立这个学校的首任校长李友全校长，嗯，今年刚好是88岁。哦。嗯，那我是想把这块门牌带回去，送给我最敬爱的校长，哦，当生日礼物这样子。对对对对，那这间教室我看再过不了多久也全部都要摊掉了。嗯，那这块门牌送给校长，嗯，我反而觉得比较具有意义。哇，这么很好，正好是88，然后校长正好是88岁，这是很有意义的一个，等于是算是生日礼物这样子。对对对，最有价值，最有纪念性的一个生日礼物。讲究健康最重要，服装整齐啊，礼貌周到，多么美丽呀，我们的学校，我们的学校，大园国小，哥哥的梦，哥哥的就好，讲究卫生，健康最重要，服装礼貌做到，多么美丽呀，我们的学校，掌声鼓励一下。好，我们远足出发喽，我们的学校大园国小，哥哥儿童哥哥都友好，讲究卫生健康最重要，服装礼貌周到，多么美丽呀，我们的学校。离开亲爱的学校，大园国小校友唱着练习好久才找回来的校歌，多么美丽啊，我们的学校。这和校舍的新旧美丑无关，拥有可爱的学生、认真的老师的学校，永远美丽。
多年前，这所美丽学校的师生会唱着歌，走在山径上，展开一年一度的郊游踏青。那是大元校友学校生活中最美好的记忆。下山之前，我们和老校友们要一起重温旧梦，看看他们郊游地点有什么特殊之处。晴空县蹦蹦车道沿翠峰湖畔修筑，海拔高度约2200公尺，末端更高达2500至2700公尺。除了载运林木之外，也兼营客运，每日往返各一班，载运大元山林场员工及眷属。由于海拔高，氧气浓度低，蹦蹦车引擎必须改装方能使用。老师，你说以前的教室的话都是在下面，对对，是在下面的。那你说之前因为毁了嘛，对对，才会把那个校门往前移。对对对，真正的下面是在这个地方，这边有两个水泥的基础上面，对对，还蛮宽的哈。对对，蛮宽的。以前的教室的话，还是可以隐约看得到大概是在什么地方。哎，应当是可以吧？那黄老师他比较清楚，因为他有下去过。现在还有遗迹可以看得到，还有一片平坦的地方。我们下去看看以前的旧教室的地方。好好，那我们。照片中是年轻的黄建志老师，刚从学校毕业，来到人生的第一个职场。当时大元国小的校门是两根木柱支撑校名牌匾，和我们第一天看到的金属半圆形拱门不一样。当年学校就在这道门后，是一栋简单的块木建筑。如今我们在旧校门遗址还可以看见木柱的基础和不知道什么人留在这里的杂物，以及一根疑似校门的木柱残留。我相信即使可能性不高，但黄老师还是宁愿相信这只木柱就是当年照片中身后的那一只，那是他和大元山时代年轻岁月的重要联系。是到了吗？到了。在哪里啊？前面吗？对，就是了。这边好像有一些地基的感觉哦。对，以前的教室就在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对，就在这个地方。哎，你现在站的地方也是。以前都不见了。就是教室，这里都有遗迹存在。哎，真的耶。哎，这个是地基吗？对，这个是地基。这个地基。这是地基。哎，这个教室大概多宽呢？多大？它算起来的话，应当有4间教室到5间教室左右，还有办公室，一个长条形的教室。原来教室在这边。教室盖好以后，学生每一个礼拜都要搬石头。搬石头。对，因为这个地方它的地基是属于页岩式的、滑动性的、易碎性的。我们现在看看了，你看这个都是易碎性的页岩。啊，对。那它是会滑动的，它每一点塌陷几乎都要几十公分。嗯。那要为了要填补这些摊掉的地方，学生必须要每天都要搬几趟的石头。哦，就是它地基不是很稳这个地方。对对对，它是滑动的。那老师不用搬，老师搬也要搬，老师也一起搬，老师一起搬。而且老师还有一个工作，就是一定要在那边要把石头垒起来。哦、或许坍塌的速度还没有办法跟那个搬石头的速度来比。哎，老师，你说他的那个教室在这边，操场在哪里？就在前面那个地方。但是现在都已经瘫掉了。哦，现在都已经瘫掉了。再往下去了。对对，现在操场的部分全部都瘫掉了。哦，那这个操场本来就很小了，它只有4个篮球场那么大。那一个打一个躲避球的话，一个长抛球的话，就球就飞到操场下面去了，然后就不见了。所以就是这个地方是学校，然后操场后来整个瘫掉以后，我们才在上面再盖了这个教室。对对。然后校门也才在往上。再往上移了，对。这是由当年的蹦蹦车道遥望校园的景象，学校盖在山腰的崖边，下方则是南澳北溪的溪床，环境清幽，展望良好。但是木造房舍每逢台风就会受损，一度受损严重，学校几个月无法上课，只好放假。
另一张照片则可以看见操场残破的景象，操场边缘抬头挺胸的标语似乎在鼓舞这些困境中的孩子，即使环境恶劣，仍要力争上游。只是孩子渐渐长大，校舍和操场却再也无法支撑，送走了几届毕业生之后，老校舍功成身退，由新造的混凝土校舍取代，学生不必再搬石头垫高操场，木造房舍则完全消失。在杂草漫生的校园里，我们找到块木挡土墙和一些几乎被植物淹没的设施，见证当年生活。前面就厕所，来，这里就是、哦、这看得很清楚哎，非常清楚，这都水泥的、啊，这是那个男生的小便池，这是女生的厕所。这边是女生厕所，这是女生厕所，这应该这样做的，这是茅坑哈，做卧室的哈，那很用力的，有六个坑，对对对，那后面这个是应该是化粪池，那当时不能算是化粪池，那是粪坑，那个我们必须要把这个粪有没有装到粪桶里面去，然后挑着到下面的菜圃里面去施肥，怪不得那些同学大家都要来那个这个厕所这边拍照。是因为以前都有这个回忆来挑粪，每一个大远国小的学生都必须要搬石头，都必须要挑粪、哦、可能以前来挑粪的时候他有点这个偷工减料，或者说想个办法挑少一点，这样子有没有这种作弊的方法？当然有啊。是怎么做的？怎么做的？那就是粪少挖一点的话当然就轻一点啊、哦、不过到后来验收成果的时候他就吃亏了啊，还要验收成果？对啊，你菜种起来总是要吃啊，总是要收割啊。哦，所以说他如果那时候挑这个嫌重，就挑少一点，然后就施肥施少一点，就验收菜他的就比人家当然就长不好了，长得不好这样。对啊，都是很明显的、啊。哦，这个、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一份耕耘、啊。对，一份一份收获，对不对？是啊，是啊。你挑三份就三份收获。对对对，对不对？对对对。哦、怪不得大家就来这边要拍照啊什么的，吵着要来看厕所。是啊是啊，你看校友对，你看对这个地方对最反应最热烈的。一般来讲都是中年级、高年级才开始做，对、嗯，低年级是不做这事情。低年级是几年级？一二年级。一二年级不做。对，嗯。哦，三四年级他还有分，他那个菜圃有分区。年级。按三四年级的哈、哦，会比较小。小区，五六年级会比较大一点，哦，哎、啊，他们挑的会比较少一点，哎，啊，那时候那个大哥他们大概就是已经高年级的，对对对，所以你们挑的会很多，所以你们感觉到你们会很辛苦，哦，其实真的是生活是很辛苦的，嗯，对对对，哎呦，哎呦，我突然想上大号，你上吧，那我们要走了，我们要走了，我们关闭一下哈，我关个门，我关个门哈，那自己大家自己挑粪啦，好不好？当然了，那我就待会上完我就挑去做我的一份耕耘一份收获了。哎，门应该是在这边吧？对对对，看起来好。那你们也先出去了，我要上厕所了。直接以前在菜园上厕所不是更方便？那又不平均呢、啊。谁会对小学时代的厕所有印象？大概只有这些在苦日中走过来的大元校友才会记得那些有笑有泪、一份耕耘一份收获的茅坑岁月吧。这张老照片里的石板路是校友挑粪浇菜的必经之路，常有同学在这里跌倒，粪水四溅，当年的辛苦无奈如今却成甜美回忆。而这段石板阶梯则是我们穿过旧校门进入老校区的道路，几十年来校区的变迁几乎无法辨识，但师长同学间的情谊和深山里辛酸甘苦都让校园完完整整地保存在大元人的心里。伐木工作辛苦而且危险，林业人员的信仰不但是心灵的寄托，更具有消灾祈福保佑平安的功能。每年中原普渡，林区都会停止工作，家家户户准备丰富祭品，祈求一切平安顺利。而每隔几年也会有请妈祖的庙会，这些宗教活动也为林区生活增添不少乐趣。小心哦，跟着走下哈、哦，抓牢哦，真的要小心，真的要小心。
去落山，以前的路有那么陡吗？以前下去，以前的路在应该在右边的，右边的，以前是在那个厕所前面那那条路。蓝教官，哎，谢谢，小心哦。哦，滑，嗯，很好滑，哎，很好滑，对，哎，给大家不要放心，好。我不能笑的。滑。刚刚有人才说，哎呀，好险，没有下雨，下雨这条路不好走。结果才讲完五分钟，就开始下雨了。不过这个雨看起来。不知道会下多久，没有太大了。不过这样看起来路面又变比较滑一点。不过前面的那个老师已经在呼喊说，好像快到了。哦，真的下雨了，今天下的比较早，下雨就不好走哦，要更小心了。注意一点喽。天公不作美啊，所以我们现在已经下切到这个地方，这边就是你们以前远足的地方了吗？对，我们远足就在对面那个苗圃的下方。苗圃，然后那个地方是不是？对，那现在都树木都已经长高了，那那边就是苗圃，大家都会在那边，比如说抓虾、抓螃蟹啊什么的。对对对对对，那对住校的学生也是很高兴的一件事情啊，因为今天的啊，就那天的远足，可以吃到这一辈子里面最好吃的食物。学术宿舍会帮每一位同学准备，先是一个饭盒的白饭，后来是变成一个白馒头，嗯，然后每一个人有一个鸡蛋，然后一块的三层肉，哇，听起来很不错，哎，这就是我们这小学六年里面每一年唯一能够享受到一次美食。今天其实也蛮可惜的，本来一群同学会在那边跟我们会合啊，然后在这边来重温旧梦一下，可是天公不作美，这雨越下越大，那同学们可能就要先往前走了啊。对对对，因为我们还有一大段路在前面嘛，还一大段。不过今天还是非常感谢我们东磊老师啊，还有我们今天老师带我们一起啊，跟这些同学们重温旧梦啊，到了这个以前的大圆国小寻根之旅啊，我觉得算是这个很成功啊。风雨中见故人，风雨生信心，风雨生信心啊！因为同学已经在前面了，但是回家们看到我们 MIT 谣言的播出嘛，当然我们也跟所有同学们打声招呼，我们就继续赶路了，好不好？好，好吧。大圆国小同学们，谢谢你们，谢谢，加油，加油！你们在前面，我们往前追喽！好，拜拜。南澳北溪的景象一片洪荒，大雨滂沱，我们很难想象陈老师描述年幼时代交友的欢乐心情。无论如何，大圆山寻根和阔别四十年的返校日都圆满完成。对陈老师来说，不但是阶段性任务完成，更是对大圆山爱恨交缠的心情总结。用故乡留下的溪水洗涤一头烦恼丝，就像洗过传说中的忘川之水，把当年的苦闷愤恨一举洗净，只留下对大圆山深情爱恋。我想应该有很多大圆同学的澎湃乡心都在这里获得平息，不过返回城市的路途却仍然暗潮汹涌。摊掉了，摊掉了，三餐了，三餐了，前面摊掉了，小心一点哦。好，很窄，直接下到南澳北溪。麦哥小心啊。好，这个整个路基都瘫掉了，这个枝头不要踩着。好好，嗯，兰姐小心一点啊，慢慢来哦，今天的脚都怕湿一点，就变成都碎石了。这简直是探险级的路段，过去 MIT 台湾志走过许多惊险艰困的道路，但是这一次的队伍庞大，平均年龄最高，更让人心惊胆战。很难想象走在前面的那一群校友是怎么踏过着围崖上的一线险路。后来听说那些老校友在围崖前踌躇良久，
但一个个还是硬着头皮提起僵硬的双脚，尖叫声中全数安全通过。不愧是曾经挑过大粪、填过操场、吃苦耐劳的山上孩子。大园国小的训练在40年后又发挥了作用。这破碎的山壁地质和悬崖下流动的溪水都是当年生活的一部分。大园人的返校日一直到行程的最后都还在提醒他们当年在大园山生活的种种。这样的返校日确实意义非凡。南澳溪是宜兰县南部的河流，源头为宜兰县三星山，不过也有大园山或望洋山等不同的说法。流经宜兰县南澳乡与苏澳镇，有南澳北溪与南澳南溪两条支流，而以北溪为最主要的支流。两溪在南澳桥下游汇合，然后向东流入太平洋，全长约48公里。返校日之后，我们到李友全老校长的家里拜访。退休多年的老校长住在新店山区，就像当年治理学校一样，居家温馨，生活十分有条理。平日读书作画，偶有友人学生前来探望。这位当年北京辅仁大学毕业的新时代女性，出身大家闺秀，先生过世之后为免除世俗诱扰，于是带着四个幼子避居大园国小，为学校的孩子奔波忙碌，和大园的同事学生一起过十几年物资匮乏但是心灵丰富的山居岁月。直到退休，他才能重拾闺阁时代的生活情趣，在丹青画纸上悠闲度日。此外，老校长对新事物也充满兴趣，作画之外他还学电脑、学上网。尤其陈东元老师建立了大园国小校友部落格之后，上网更加勤快了。这一次校友的那个陈东元校友在这个部落格发表了以后，受到广大校友的响应，他们纷纷的都在这个部落格上发表他们的大园回忆，其中非常使我感动的有一封是朱秀珍的来信。他说，在我的生命中碰到了几个重要的关卡，幸好遇到了几位贵人才能安然度过。第一位的贵人就是校长您。小学6年中，校友朱秀珍目前在彰化的高职任教。当年她初中毕业考取兰阳女中，因为家贫无法升学，校长得知这位毕业已经3年的爱徒状况，专程去找朱秀珍的父亲恳谈，她才能继续升学，如今从事和校长一样卓育英才的事业。老校长对教育的热情，许多人看在眼里，相当敬佩。有一年，一群艺文界人士到校参观，特别推梁中明先生绘制双猴图一幅，画作上有彭歌、林海音、聂华林、苏雪林、博洋、何凡等文化界人士签名。画作上并有彭歌落款的短文一段，文中以明末大儒杨继盛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一连的语势写下笑眼看儿童，铁肩任教育，赞许老校长治校风格。这些文化人果然敏锐，一语说尽老校长办学精神。有这位铁肩任教育的老校长，当年深山里的小学校才能由分校升格为小学，改建校舍，筹办营养午餐，为孩子争取联合国奶粉补充营养。而作育英才之外，校长的几个孩子也都各自有成，对于母亲照顾学生比照顾子女更花精神的作风，也从嫉妒转为理解，然后敬佩。因为这样的校长，这个深山里的小学各方面都有突出的表现，而老校长也在40多年后仍然让大园的孩子衷心感谢，
因为他那个深山里的小学虽然才废，却不曾消失。在此又聚会了，我今天高兴的是，在五十多年后，你们仍没有失去你们在校的时候我对你们的愿望。过去你们是活泼的孩子，现在你们是堂堂正正的国民，在各阶层为国家服务，造福人群，这是我最大的愿望。也谢谢你们，今天看到了你们成功，我非常的骄傲，也是我最大的光荣。国家有你们就是希望，也谢谢你们，谢谢大家。